像没什么。哎，你们男生真的很坏哎。对啊，我哪有那么胖啊？明明就有啊，你看，真的没有那么胖。太坏了。哎，今天怎么都早了？写作业啊。忘记写了。这不写。哎，你擦完了没啊？老师都要来了。快了啦，快了，不要吵嘘。啊，我还没写完。哇塞，刚好赶上。老师，我可以下礼拜交吗？因为我放在表哥家了。你就是吃这种都没吃来这么胖啊？不对，暑假就胖。快！哎，什么况？搬东搬那边，你是开学搬东读书累死。对了，刚国文老师说他有几箱杂志需要你们帮忙拍。